打那个鳄鱼好像能无限抓的，我记得。死哥打野，哇，对面这个阵容好像有点凶。来把啤酒人。键盘简单。他这个键盘上的戳招跟摇杆不一样，真的。那个摇杆我记得不是上下跳的，摇杆是直接旋半圈，下半圈。嗯，这个杰斯没血了。全军出击。这卢锡安好像在我们这边丢眼了，搬一下，搬一下，感觉他不一定会来了。我感觉应该是在我们 F6 放的眼，这个扫描先不要开啊。啊，自己单开的话，那直接得交钱了。死哥好像把我 F6 打了，无所谓的，他这么开的话很亏的。这两级也能抓到吗？感觉他就在上养猪了，这个鱼带强攻。他这么吃线的呀，赶紧先把他红区的野给他反，别让他回来又有的刷。他这发育就太顺了，把他野刷了，但他吃兵有探云手，感觉他现在差不多有了。卡萨要过来恶心我，他可能以为我去打红了。这斧子过来可以杀这个死哥，我一个人伤害不够，我感觉他要到了，差不多到了。等到430不来我们走，他不来的话我们打个石油人抓下好了。刚好430这下路兵线过了，直接跑了。石油人不看一下吗？赶紧回家，说不定能抓到这个死哥。
我在下午露头了。他如果没防我们野就在打河蟹，给这个杰斯提醒一下，我去帮他蹲一下来。这个线他不走，反正要死了。你看这个鳄鱼四级，他线全被这个死哥吃掉了。A 掉了，可以。往我这边拉一下。让他减速一下。你还有脾气打你怎么的？来，你递过来。来，对。别追我，你死了，我给你。咋刚才那兵还没 A 到，他被我减速了，恶心一下他。怎么卢锡安没大招，他在中路对不了线了。待会来帮一下这个杰斯，顺便我们吃个先锋好吧。你要这鳄鱼这把就盯着我，问题他也打不过我，盯着我就等于在送。我不盯着他就不错了。说好卖一下，卖一下，把他的 E 逼出来。点一点点，有没有？看了 Q 的伤害，不过他死了，等他盾没了。这个要到六了，没事，喝口酒死不了。我刚才想直接 Q 蓄力一下，伤害少一点点。
来继续点，上路就剩三层皮了，那这个龙要掉了。给你喂个饼，来兄弟，给你炸脸上去，你不给他秒了。哎呀，这杰斯反应慢了，前面还夸他会玩呢。这个残血鳄鱼直接炸脸上敲一套，直接秒了。炮形态 QE 再锤形态一个 QA 就死了，我估计都不用，估计这个炮形态直接 QEA 一下就死了，炮形态炸一下很痛的，炸个残血鳄鱼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此刻还不打龙，这卢香要来了，点他，对，摊 buff 啊，我看他前面的操作挺细腻的，他要是有这操作就不会在这分段了。白金嘛也还好吧，白金还是有点操作的啊。主要他没想到这个酒桶这么猛啊，这位置炸得这么好，他碰到的酒桶一般都比较捞一点。来根剑啊，寒冰剑来！你还想跑？几颗血？好剑，给你吃了，可以，没白给你烂头，盾来一个，盾来一个，死不了，感觉不要这盾我也死不了，我有醉酒狂暴在。这打野太贴心，老给队友喂饼。给一炮，哇，你这个炮就离谱，这个炮炸到有了，感觉这个杰斯需要我，可能他遇强则强，他需要一个强的队友在他身旁。我来了，我在他这波操作应该会比较恢复到细腻的时候了。对，你看他这波走位就很细腻，但是这个走位已经出卖了。Q 充能再加个 R， 直接大刀洗地。你看到我一来他又行了。果然，近朱者赤啊，近强者强。回家了，
哎呀，无敌了这波，三个技能对面就死了。CD 写死歌是我没想到的，抽个奖吧，现在送办卡，这个，抽500现金啊，附带打号3小时啊。打完这把可以直接上号，中奖可以直接转账啊，有兴趣可以参与一下啊。我都说只有办卡才能抽号上电视了，还有人问我怎么打号，我也是不能理解为什么。我这一没打到伤害少了一点，我感觉这个距离是够的呀。没事，我死不了。但你遇到人的时候范围还有一个判定的。哎，主要他这个 E 被削过了，以前这个 E 感觉就 E 到了。有时候你看到你 E 不到人，当你到达距离还有个范围判定啊，可以再加个50码。你有脾气是不是？是不是有脾气？你跟我讲呀、啊！玩具恶啊！你是不是有脾气？你跟我讲一下，我就 A 你好吧。我一个桶子他就没血了。那个龙，那个龙。感觉可以先杀一个，这边有人来。你是不是有脾气？你跟我讲一下。刚刚好血，三个技能直接秒。这个人出冰杖加这个洪水晶，多了几百点血，不然都不需要烧的那一下。我们没省剑没关系啊，算好这个伤害就好了。直接 QV 收掉。哎，我这个伤害没打开吗？哎，怎么不显示伤害呢？等一下，稳一点，来本书。来个表吧，表在保护书啊，书给我们提供法强。欢乐时光就要开始了。这鱼他又要来了，过来做个眼。你吃线不做眼的吧？哪有人吃线不做眼的呢？啊？他这个塔吃到没有？应该没吃到吧？这个塔前。假装走了，掉个头。这边有人来，还开了远见改造，这远见改造就代表一定会有人来。来，300来了，快点！他先开个远见改造，看我有没看，有没在，看我没在了，他才敢吃这个塔。来E我，对了吧，别跑啊！叮，我叮呢？哎，怎么切到这个游戏去了？怎么切到我的野球格斗里面去了？我刚才都按表了，你们听到没有？他没反应的。
很嘎，说实话，这不难道这个键盘老化了？来一杯吧。还有最后四分钟开奖，这会松绑卡抽500副的打号三小时，这会才20张卡，27个人参与啊，没什么人参与啊，这会儿最后四分钟了，才27张卡，这会儿啊，有兴趣可以参与一下，送的越多中的概率高，随便来几张，这不就中了。中奖的话待会儿可以直接转账，直接上号啊，秒转账秒上号。两个技能没了，欢乐时光就要，说实话可以打一条龙，真的，对面中野死了，被看到也无所谓，有眼的，怎么对野怪的伤害不显示的？普攻伤害显示，它不显示魔法伤害是吧？先大楼，先大楼。怎么回血了这个龙啊？还想下去 A 一下呢。这波卡他以为我在下面，其实我又上来了啊。他被我骗了，回家来个帽子啊。还有最后两分钟开奖，这会松绑卡抽500啊。非得打号三小时，这会才67张卡，有兴趣可以送一下啊，才60多张卡而已啊，最后两分钟了，一发入魂了解一下啊。来包鳄鱼，包鳄鱼，这眼不要排，不然他要跑了。你想往哪走？大我十个，这不大一下，大我也死不了。走喽，盾！我应该往右边走的，往这右边走，辅助就可以给我加上盾了。把他杀了。还有最后50秒开奖啊，这会才95张卡，有幸可以送一下，最后50秒开奖了，一发入魂了解一下，这会才100张卡不到啊，来个对面没出魔抗，可以先来个中亚啊，还有最后30秒开奖了，现在送绑卡抽500，负责打号3小时啊，有幸可以参与一下啊，要偷塔可以偷起来了，还有最后20秒啊，怎么我每次开这个会有人送 MVP 的，送错了是吗？最后10秒开奖了啊。
吧。哎呀，这边有个红可以吃一下。回来，在空中再点个大招。你这个给技能的一瞬间加点，先把大龙收一下，可以多加一下这个伤害的。我这样会加1000法强了。书怎么还少两层呢？其实换一个炉灯，书再叠满，刚好1000。投降了吗？退了一个，刚好，游戏结束。